驼背肥腰掰。王祖贤长腿少女脸回归加拿大仙宫曝光。永远的小妾51岁王祖贤息影后常年旅居加拿大，几个月前曾被拍到与友人吃火锅，驼背且水桶腰模样让粉丝们惊愕，女神真的老了。然而几个月过后，王祖贤的近照再度曝光，不但恢复往日苗条身材，疑似他在加拿大的神秘豪宅也跟着曝光。近日王祖贤微博粉丝会晒出二张他的近照，预祝大家圣诞快乐。照片中的他戴灰色毛帽，穿上毛衣衬搭牛仔裤，一扫先前驼背肥腰窘样，体态相当好。除了一双逆天长腿兼下巴宛如少女，回复往日仙气，更吸睛的是她背景疑似是她加拿大的家，小暖炉搭配圣诞装置，一片雪白犹如仙宫。网友纷纷大赞老王简直亚洲腿神，衣品还是这么棒，还是美得那么惊心动魄。